到台南不只是小吃、逛夜市，现在还可以吃炸鸡、喝啤酒。台南首度举办了炸鸡活动，周休假日登场，市府邀集了11家炸鸡业者在百货广场聚集设摊，包括台南老字号的披萨店的炸鸡，还有饭店也推出炸鸡。不过呢，倒是有不少炸鸡店因为假日生意太好了，没有办法参展。台南票选第一名的炸鸡，888经典炸鸡刚起锅。金黄酥脆的炸鸡腿，因为使用新鲜的温体鸡，不裹粉浆，只轻沾薄粉就下锅油炸，号称是正宗的薄皮嫩鸡。推出的竟然是台南在地超过30年的披萨店，台南的老字号。他们家炸鸡吃起来怎么样？靠着这道经典炸鸡，业者被封为被披萨耽误的炸鸡店。还有业者推出特殊吃法，将炸鸡搭配不同的酱料来凸显风味。但紫苏梅比较少见，因为这样比较不会那么腻。来，欢迎试试我们的鲜蔬鸡哦，欢迎试试。还有业者是推出台湾鸡胸肉制作成的咸酥鸡，标榜吃起来五谷弹牙。啤酒炸鸡可以试试看看哦。台南市府30、31号推出炸鸡节活动，抢攻夜经济。来这走一圈，台南在地知名的炸鸡，这里都吃得到。买了上哟。我们这一次有11家的这个炸鸡的业者一起来共襄盛举。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这一些特色的老店之外，还有这些新的餐酒馆。夏天来台南，不只可以吃小吃、逛夜市，还可以选择探访好吃的炸鸡店，见识美食之都的不同风貌。记者杨文华台南报道。